繼續同大家温翻中一聖誕期功課 ，S one first time reaction exercise 第二版八 E 同八 I 題目嚟嘅，八 E 後面有八 I，OK。咁之前講過啦，我會將啲次序撈亂嘅，因為八 E 同八 I 呢樣題目啲相似嘅地方就係話兩題都係有分數嘅 ，OK。分母係三，分母係五，分母五，分母七 ，OK。咁隔離我用紅筆寫一個 page 3.15×3.10，就係話你可以喺你本數學書嗰度揭翻3.15頁，睇翻係3.10，有少少似呢兩題嘅類型嘅，唔係完全一樣，不過你可以睇一睇，你可以對照翻就係咁。咁你見到份母見到有份數喎，點算咧 ？OK， 咁你可以用嗰間我哋學過嘅一個叫 canceling denominator 嘅一個 idea，OK、okay?。藍色嘅，再睇翻 GLP 第五版，第三課嘅 GLP 第五版。有教大家點樣做嘅，咁我呢度有一片空白啦，你嗰本應該做曬啦，係咪？有一條咁樣嘅三圖，你可以對照翻。嗱，如果你見到份母係四，份母係三，咁點算咧？我哋就會將兩邊一齊乘一個呢句 ，OK？ Multiply both sides by the LCM of 4 and 3，OK？ 咁即係話其實呢度就應該兩邊一齊乘12啦，係咪 ？OK？ 嗱，如果大家唔明我講咩嘅，或者我試下喺呢度做少少簡單啲嘅嘢 ，OK？ 嗱，簡單啲先，譬如 Y 除三等於八。怎樣計個 Y 出來呢？很簡單，是吧？我將個3乘過去，是吧？咁我寫多一部天平原理，兩邊一齊乘3。為什麼要乘3啊？哦，因為我見到個分母是3嘛。咁我乘返3咪 cancel 咗個分母，是吧？那個原理就是這樣而已。見到分母是3，我將它乘3。OK， 咁得返個 Y 啦，左邊。今日計到答案啦，是吧？那咁同樣原理啦，如果我係見到，Y 除5等於8呢？咁今次應該乘乜嘢啊？咁咪乘5咯，係咪？因為我知道分母係5，我乘個5就可以 cancel 咗個分母嘛，係咪？咁所以計到 Y 都係40咯，係咪？咁但係今次麻煩啲喎，我分母又有3又有5喎，咁乘3定乘5咧？咁就係呢一個嘅，應該係乘個 LCM 嘅 ，OK？ 3同5嘅 LCM 就係15 ，OK？ 咁所以我就兩邊一齊乘以15。原本是这样，是吧？天平原理左边乘15，右边乘15。那你可能会有个疑问，为什么我不是乘3或者乘5呢，而是乘15，奇怪呢？你想想为什么我是这样做先。因为15是个 LCM 来的。那当你拆括好，我又用拆括的技巧画箭嘴，是吧？既然15是3和5的最小公倍数，那就是说15它可以除了3。15是3的倍数，是吧？那自然15除了3，是吧？咁15係5嘅倍數，佢自然亦都除咗盡5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如果我乘15，當我拆括好嗰陣咧，我就好完美地可以點樣咧？就係話15除3變咗5，抵消咗個分母啦。15除5點解變咗3？咁又抵消咗個分母，咁咪一次過抵消曬兩個分母咯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我嘅意念都一樣嘅，我想乘啲嘢去抵消個分母去。不過今次我唔係單純地乘3同埋單純地乘5，我係乘一個15落去，咁就可以抵消曬兩個啦。個原理就係咁樣。OK， 幫大家温温書。OK， 咁八乘15你自己計啦。OK， 咁我計到120啦。咁剩翻落嚟好簡單啦，係咪？五 Y 減三 Y， 得翻兩個 Y 咯。OK， 都係120。咁二 Y 都係120點啊，兩邊一齊除二咯。OK， 咁所以 Y 都係60啦。嗱，我諗最難就呢部啫。OK， 咁你明咗呢部點解之後，你就可以繼續計埋落去，咁就唔係好難嘅啫。OK， 咁依塊消化一下先啦。咁我講埋 I 呢度點做啦。嗱，又係有兩個份數喎 ，OK， 一個份母係5，一個份母係7。如果你明白我頭先講乜嘢嘅，我會係將等式嘅左右邊一齊乘一個數，而嗰個數係兩個份母嘅 LCM 嚟嘅。頭先我見到份母係3同5，我就乘個 LCM 乘個15，兩邊一齊乘15，係咪？咁而家我見到份母係5同7，咁所以應該兩邊乘乜嘢啊？五同7嘅 LCM 就係35，係咪？5735。咁所以我就點樣做呢？原本是这样的，我将左边乘35，我将右边乘35，为什么乘35呢？因为35是 LCM， 是不是最小公倍数，即是说它又是5的倍数又是7的倍数。所以当我拆括好的时候，我就完美地就说，既然35是5的倍数，所以我35乘入来这个 term 的时候，35就除了5。35是5的倍数，即是说35除了5，是不是？当我要揀的时候，就整走了5。咁冇咗五啦，系咪？咁呢个同样原理啊，35乘入去呢个 term 4t 除7嗰阵咧，个35同7约减咪整走咗个7咯，系嘛？咁所以你记住啦 ，canceling denominator 就系话你睇一条 set 有几多个分母，咁就乘晒嗰堆分母嘅 LCM 就包好妥嘅 ，OK 就咁样。咁我继续做埋落去啦，自嘴话咗啦，系咪？35乘4咁自己计啦，140 ，OK。
咁再加啦，咁呢度三五乘二 t 除五，咁一系我写多一步啦，费事咁复杂。咁三五其实我写落，我可以乘上个分子嗰度啦，二 t 再乘三五除五咁样啦，系咪？咁呢个都系啦，三五乘第一个 term 四 t 除七，咁你可以将佢搬上个分子嗰度先啦，系咪？四 t 乘三五再除七，咁减二出边出三五乘入嚟个负二，咁应该变咗减七十啦，系咪 ？OK。嗱，咁呢度你又見到嘅效果就係咩咧？既然個三唔係最小公倍數，咁所以你見到就話三十五同五可以約減 B 喺度七，三五同七可以約減 B 喺度五，咁咪 cancel 咗 denominator 咯，即係 cancel 咗個分母咯。個 idea 都係一樣嘅，我想整走曬啲分母去。OK， 咁所以就計啦，加二 t， 咁你得翻個七啦，係咪 ？OK， 咁四 t， 咁你又得翻個五啦，四 t 乘五，五減七十，咁繼續計埋落去啦，應該可以快啲啦。二 t 乘七，二七十四，咁所以十四 t。四 t 乘五，四五中二十，咁所以二十个 t。OK， 咁有 t 喎，有常数喎，上一条片都讲过啦。我将啲 terms 分类，系咪？有未知数嘅摆埋一边，冇未知数嘅摆埋一边。OK， 咁而家我个十四 t 又已经本身喺左边噶啦，咁所以我将二十 t 搬埋个左边啦，有未知数嘅摆埋一齐。OK， 正二十 t 调过嚟变咗负二十 t。咁冇未知數就擺曬喺右邊啦，負七十本身喺呢度噶啦。咁一百四十佢前面跟住其實係正數啦，係咪？咁正一百四十掉喎，應該變咗負一百四十啦，係咪 ？OK， 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，我將嗰啲有 t 嘅，即係有未知數嘅，全部擺曬喺左邊。我將嗰啲冇 t 嘅，即係就咁一個數字，負七十、負一百四十擺曬喺右邊，將 terms 分類。OK， 咁十四 t 減廿個 t， 你當十四減二十咁樣咯，減完之後負六個 t 咯。OK。咁負七十減一百四十，我哋又有個口號啦，正負數相加相減 ，OK。咁同號累積就形同號啦，都係負啦，累積埋一齊有七十同一百四十，七十係同一百四十，總共係二百一十啦 ，OK。咁負六 t 咧係負二百一十，咁所以我將兩邊一齊除負六啦 ，OK。冇個位添。嗱，咁自己計埋佢啦 ，OK。負負得正，咁二百一十除六就應該係六三十八。三五啦，係咪 T 都係三五啦，應該係 OK。咁今次嘅短片就去到呢度。